然后进来的朋友们关注一下，谢谢。然后再过20分钟就下播了，我把每一个产品呢，都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呢，就是我手中的是这个蓝牙耳机，也是 OPPO Enco 5 M31 这款耳机呢，是它的原价是299块钱，299块钱。然后呢，就是减完优惠券是269块钱，也就是我们直播间的下方的那个红色购物袋的一号商品。这个呢是 OPPO Enco M31，它的这个电量呢能充足，就是比如说是你充电，充电4-6个小时，5-6个小时，你就可以用到2-3天，这种都没有事情，都没有问题。然后防水，然后它可以调节它的这个就可以调节那个动感模式啊，还有动感模式呀、什么的都有。然后呢，这个款耳机是我们的，就是，然后它的这里是比较软的，你们看到的这里是比较软的，然后非常好的，非常好用的，你们可以点击下方红色的购物袋，你们可以直接购买。这款耳机是非常好用的，还有一款耳机，也就是我们的无线蓝牙耳机，不要再，就是，无线蓝牙耳机，这个耳机呢，大家也看到了啊。这个耳机呢，就是我们的无线蓝牙耳机，也就是我们的5号商品，它的原价是299块钱，299块钱减就是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领完优惠券的话，它的原价就是269块钱，跳舞了。不太方便，谢谢。然后进来的朋友们关注一下，这个269块钱就能买得到我们的无线蓝牙耳机，它里面配套里面也有耳套，还有耳套，还有我们的这个，配了咱们的这个，Type C 的这个充电线，这就可以充电啊，它直接可以充电，是非常方便的，戴上也是非常好看的一款耳机，可以看一下，对。然后呢，它是你们戴上之后呢，直接你们打开这个盒子之后呢，直接就会来连到那个你的手机上，就会直接可以用，你不用再连呀什么的，打开这个很麻烦，没有，这个完全没有这种操作啊。你们打开这个盒子，你就直接能连到这个手机上，直接能，然后把它关了之后呢，就连不到了啊，看看。然后还有一款耳机，也就是我们的，6-7-8号商品，这有粉色、黑色、白色，这个呢原价是599块钱，它的模式还是挺多的，不要小看这个耳机，比你们之前用的那个苹果耳机好用多了啊，苹果耳机好用多了，你们看到这个耳机没有？这个耳机呢，比如说是我戴上了啊，就是。比如说是左耳的话可以调音量，然后右耳的话你们可以就是调它的这个可以调它的这个切换音乐什么的。我现在播放一个音乐，啊，然后你看往上滑它就音量会最大，然后哇，最大，大家能听到吗？应该听不到。哦，对，它取下来就会自动播放。好大！我跟你们说，我都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我是听不到我自己的声音。然后往下滑的话，它就音量会变小，然后往上的话它就会往下的话，这个的话这边往下的话，然后它的这个音量这个切换音乐，这样的话就切换音乐啊，这样的话切换音乐，然后往上的话也是切换音乐，然后双按的话。双按的话，它
就会自动跳到它的这个语音助手，然后你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直接问。然后把这个取掉，离你很远的话它就会自动停下来。然后这款耳机是它的原价是599块钱，然后呢领完优惠券就569块钱，大家把握机会快入手，真的非常好用，分真的非常好用，希望大家快点入手，快点入手，谢谢。新来的朋友们关注一下，谢谢。我们再过10分钟呢，我们就要下播了。然后希望大家多多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下方的那些我们这个 OPPO 的无线蓝牙耳机，所有呢价格都是非常合理的，而且他们的这个功能模式还是不一样的啊，希望大家就是多多支持一下。这几天呢我一直都是出差拍视频呀什么的，今天也是刚回来，也是跟大家就是直播这个商间这个商单的活动，我所以呢就是算是这个效果没有达到我的那个要求，因为好多人都说哎我只买过 OPPO 手机，谢谢大家，下午好，进来的朋友们关注一下，谢谢。我是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姑娘，然后进来的朋友们，对，是 OPPO 的无线蓝牙耳机啊，我们的用的都是无线蓝牙耳机，大家你们可以用一下，而且它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效果非常好，你们可以点击下方红色的购物袋即可可以购买啊，就是有九款。现在也可以买呀、好好过日子，现在也可以买我们的无线蓝牙耳机。12点以后呢，我们的产品就要下架了。所以呢，我今天为什么这么拼了命的给大家直播呢？因为呢，是今天是最后一天，也就是只能直播一天。谢谢，进来的朋友们关注一下，谢谢。然后呢我就马上就要下播了，10分钟了，待机时间多长。想跟大家都聊会儿天，然后呢现在希望大家就是赶快就是点击下方红色的购物袋直接购买我们的蓝牙耳机， OPPO 的蓝牙耳机啊。我没有孩子好吧，我还是个小孩子，我还是个小宝宝。你问的这个是299的是不是第一款最好，299的第一款也是非常好用的，对，颜值爆表，我跟你说。对，扯呢，孩子当然没有了，我也是个小孩子，我怎么可能有孩子呢，你告诉我。那你多大了呀？我快二十岁了，再过一个月后我就20岁了。然后进来的朋友们关注一下。Hello. Hey, everybody, Danny 头上爆扣。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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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无线蓝牙耳机哦，无线蓝牙耳机有九款商品，有九款产品，然后进来朋友们鼓励脾气好，不在乎别人怎么说的，对，我不太在乎，因为做自己就好了，谢谢进来的朋友们给我关注一下，谢谢。啦啦啦啦，有太阳吗？你看呀，什么门的？
明天不去哪里玩呀？明天哪儿都不去啊。你的合作伙伴一两点，而且，因为我每天都有课，然后，上课上到12点或者11点，回家就很晚了，然后就没办法去直播，而且最近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去拍视频，然后。怎么？嗯，看一下吧。92。92了。姐，你提前打游戏是吗？哎，你可以买那个无线蓝牙耳机，要不然你用一下，你先用一下。我买了。你用一下。599。599的那个，这个。对，我买了这个。你可以用一下，你我试一下。哎，特别好用、哦！不让我工作室的我们的姜蕊姐姐也买了一个这个扣的。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妮古丽。然后呢，前天呢，很突然的就说了说走就走的旅行，就去了亳州，爱新疆游亳州，然后以这个题材去，看了一下我们新疆赛里木湖，还有伯乐温泉县的这种，就是这么美丽的场景，然后我是非常的很开心，然后大家也看到了，在我视频里面也有白毛毛。就是16熟了里面的白毛毛，哎呀，想呢，就是想的话呢，就是我觉得，看到本人呢是更激动的，然后好多就是在抖音上，包括今日头条上能做起来的，我发现我名气也不小，也是非常开心的，好多人就是找我合照呀啥的，我就应该很开心，很开心。昨天呢，在房车里面，然后赛里木湖房车一天晚上是2300多块钱，然后星空可以看到星空的房车呢2800多一个晚上，确实很贵的。虽然我们是活动方给我们提供的，但呢睡得还是挺舒服的。不说那个水特别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水特别凉。然后呢。不说那个了，然后我觉得睡得挺香的，旁边有赛里木湖，还有山，我还可以，还可以就看到好多美丽的风景，我是非常开心的，然后也顺便拍了一些视频，也是交了好多朋友，因为是性格太好了，真的跟谁都能交得来朋友，因为那天有一个蒙古族的，等我们，然后有一个蒙古族的那个礼仪嘛，然后说的是，他们敬一个赛里木湖的白酒，赛里木湖的白酒，然后就是用这个手指头和这个大拇指，然后拿那个酒杯，敬天敬地敬自己，然后就有那种的礼仪，你知道吧？然后我也学会了蒙古族的这种礼仪，然后呢，把那个不能不喝，你知道吧？然后把酒杯就那么一点点，然后我就干了，干了之后我的那个表情变了啊，我好久没有缓过来。然后给我们戴那种白色的围巾，他说的是把白色的围巾挂在最高你们家最高的地方，这也是一个对一个蒙古族的一个尊重，就是蒙古人去接待你的时候你必须得喝，他们说不喝不行，他非要就是怼着你，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就这么一点的碗，就放了这么一丢丢的赛里木湖的白酒，然后我喝完，我那个表情，我旁边那个一个小哥帮我拍了视频，然后我觉得他那个戴围巾啊，然后拿酒杯敬天敬地敬自己，就是把酒敬天敬地敬自己，然后直接喝掉，哇！然后我就喝完之后，哇！
真的那个表情你们还不太知道，我真的太难了，真的太难了。然后我非常就是佩服这个蒙古人啊，我跟你们说，昨天我们在赛里木湖给大家想分享一下最高的礼节，不是围巾，是哈达。哦，哈达是吧？不好意思，我不知道。然后我没有，我不知道，因为我是能喝，你看都，他什么酒都能喝。我知道多多的酒量是苦味还是甜味，就是刚喝下去的时候，脸就是刚喝下去的时候感觉很苦很涩那种，然后喝完之后就没有什么感觉了。我感觉我酒量还挺好的。然后就是他那个给我带那个哈达的时候，下次你用大乌苏回敬佛萨。我太难了，真的。西藏的也是哈达是吧？然后我看到这个蒙古族的这么高的最高的礼节，还有我们去那个成吉思汗的这个点将台，我们去然后拿三个石头，然后转一圈扔一个石头，就是他说可以许愿，然后我许的什么愿我告诉你们吗？我许愿就是希望我们中国的疫情最越来越好，再也不会出现这种病情什么的，就是希望我们中国越来越好，然后我就许愿了。然后因为我是不知道嘛，然后最后他把我拦住，然后他们唱歌，然后拿着一个赛里木湖的白酒，然后就敬你唱歌唱歌，然后他给你敬三个，你知道吧？我就很尴尬，你知道吧？我说他哭过，那个表情都直接变了。哎，我现在特别佩服这个多多是怎么喝酒的，真的太能喝了，真的很佩服。真的蒙古人，我真的在线佩服他们的酒量太好了。然后我那天采访了一下我们身边的那些朋友，应该直播让大家看看这活动。我一直都在拍视频呀，我一直都在拿手机拍视频，然后没办法去直播。然后呢，你们可以在我的视频里面可以看到啊，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然后呢，还吃了高白鲑。高白鲑这个鱼就是赛里木湖的那个鱼，也给我们讲了叫高白鲑，生吃、煮着吃、煎吃、烤吃，我们都吃了。高白鲑那个鱼真的太好吃了，昨天还加了一些芥末，我吃完那个芥末味的高白鲑真的快吐了，真的玩的挺开心的。然后因为是一个人出来，然后就是感想还是挺多的，真的很好玩，也非常希望所有的朋友们来新疆多看看，真的很特别好玩。我就是去了这次的赛里木湖，看到了更多的礼仪，哈萨克族、蒙古族，还有更多人的这种这种礼仪礼节。真的从这个旅行当中我体会到的东西更多，包括朋友也好，真的这次我们出来的所有人都很逗，就是都是女汉子你知道吗？还交了一个吐鲁番的一个朋友，吐鲁番的朋友李泽欣，然后我跟他也交了很好的朋友。再过两天呢去吐鲁番要找他，然后在那边给大家直播，到时候大家你们可以看我的直播。也是非常开心交了一个朋友，性格是跟我一模一样，你知道吧？白金托神东梦存有天一笑而过，特别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我这个朋友。李泽欣是一个汉族女孩子，她也是跟我一样去宣传新疆，也在做视频的一个女孩。不是交了个朋友嘛，也是非常开心。性格也是跟我一样的，还是非常开心。因为我就是刚开始我们俩见面的时候，其实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其实我们刚两个人见面的时候，我们就说啊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就很乖，你知道吧？他也很乖，我也很乖，那种很腼腆。然后再过一个小时之后就朋友，哎干啥呢？来鼓励过来，来李泽欣过来，就我们两个就
就像那种兄弟一样，就一下子就我们俩的脾气就合得来了，原来我们俩是同道中人，真的真的太好玩了。就是这次的多少岁了，我呢二十岁了，嗯，这次的活动呢，好多人也看到了自己的人气还是挺大的，对，然后呢也是非常开心，虽然年龄是那里面最小的，但我已经做到很好了，对，正在直播的鼓励吧，嗯，真的，在这次呢，我也学到了很多，因为互相的分享自己的知识什么的，嗯，也看到了很多，非常的开心，真的，嗯，对，我20岁还在上学呢，还在上学过程中，喂，我在直播呢。然后我现在新疆有好的吗？新疆有好多东西啊。其实不要闲话。Hello， 什么？你们的发言台？什么？什么？你们在说啥呀？我的妈呀！什么呀？你们还在直播？明天还播不？明天看情况啊！怎么回事？你们在聊什么？哦，
早上还摔了一跤，隔壁餐上的这位朋友，谢谢大家。我马上就要下播了，然后进来的朋友们多多关注一下啊，进来的朋友们多多关注，马上就要下播了，下播了。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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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感觉最近又胖，哎，我在赛里木湖吃了好多好吃的，真的吃了好多好吃的。我在新疆乌鲁木齐呢，今天刚回来，拍了好多视频，希望大家多多看我的视频哦。我在乌鲁木齐呢，现在。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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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工作室吗？对呀、啊，我在工作室里面。这个呢，就是这个我们的西迁教室官兵，带着他的将军，西方的将军。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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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进来的朋友们关注一下，我是安妮。关注一下，我是安妮古丽。进来的朋友们关注一下，然后我现在呢马上就要下播了，然后进来的朋友们关注一下啊、哦，谢谢黄油果酱呢。Hello， 明天有时间的话我就去直播，明天五一嘛，好多人都放假。谢谢苏维家的沙发，谢谢。大家，我现在要下播喽，拜拜！现在要下播喽，拜拜。大家一定要看我视频哦，真的很有意思的画面都在后面呢，我跟你们说，拜拜 ，goodbye，goodbye， 我跟你们就是用这种迪士尼公主的这种方式给大家去看一下，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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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看我自己的视频，我觉得好好玩。真的玩了好多东西，拜拜。